增加23例，那总共达到100例。确诊人数一口气暴增，总计来到3位数。而且摊开最新名单分析发现，这23名个案当中，有19个人年龄落在20-30岁左右，不止出现年轻化趋势，症状也普遍轻微，只有咳嗽、喉咙痛。大部分都是轻症，然后那有多少有肺炎，我们还需要再确实的统计。很明显看得出来，病毒刚开始感染中老年人嘛。这可能跟生活形态是有关系的哈。那中老年人感染以后，他就感染他身边的年轻人了。那年轻人如果再被感染，就代表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被感染了，就是表示说已经在社区感染或即将进入社区感染。前一波公布的案59，也是10多岁高中生，宣布确诊前出没在校园，和多位学生、老师有接触。医师担忧，这些人可能都容易成为社区的防疫破口。血统的感染有时候很难掌握，因为症状又不典型，又通常是轻症哈，所以如果真的有血统被感染，他去跟别的学生接触的机会就会比较高。50%-80%的感染者呢？其实感染他的人是诊断不出来的。以目前资料观察，多数人疫调有断点，加上个案人数攀升快，指挥中心强化检验量能，要守住社区和校园防线。三立新闻李文胜、曾家轩特别报道。